漫画里的大海、草地、白色小屋加春节等于什么？别着急，接下来你一定会有答案。那么在午饭之后呢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来到了一间海边的咖啡厅。老板说因为现在正值春节期间，所以说我们可以许一个愿望。那于是呢，我们三个人就每个人都许了一个愿望，老板施了一个魔法，于是我们的咖啡杯上就有了三个字：爱、福还有财。那么相信经历了过去非常不平凡的一年，大家一定都希望在这一年里更加的双倍的发财。那么在这里呢，黑猫也祝愿屏幕前的你们新的一年平安喜乐，暴富暴瘦，好运连连，万事牛牛。